本店，然后另外就是一般旅店嘛。对，那你直播的话，它也是用分钱量方式去做直播。我们有一个线上直播的一个对，叫做Google Meet。那我们是用这个 Google 的线上的会议室，然后去邀请老师进来这个会议室里面。因为我们下午教育处也是要用直播啊。是啊，是啊。这应该是一样，因为已经群组已经开了。没错没错，也请你们帮忙没有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们是就是说他的一个，比如会议的一个网址或者会议的名称在 Google Meet 里面。对，他只是说他的，他是比如是他在哪里？是他在这个镜头比较好，还是说会都会有影响？